美国乐坛小天后泰勒·斯成为西方娱乐圈最热门的话题。除了因为她和洛基·汤姆·希的私盾交往的新闻之外，和她有过不少过节的美国嘻哈歌手肯·伊·威斯特更是把她摆上台。肯·伊·威斯特最新 MV 26号首播，结果引发了激烈争议。肯·伊·威斯特在这个歌名为 Famous 的惊世 MV 中，恶搞多位名人，让明星红人和他全裸的睡在一起。只见在一片巨大的白色床单上，肯伊和乐坛小天后泰勒斯、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、美国前总统小布什、歌手蕾哈娜等共是2人一起躺着裸睡。低解析度的影片还不断的特写拍摄名人的私密部位，画面十分大胆，也成功引起话题。肯伊威斯特的 MV 手法被批低俗和卖弄色情，尽管受到强烈的抵触，但是肯伊威斯特却说 MV 表达的是一种艺术概念，甚至放话说欢迎大家来控告他。